0-15。不会吧，他们的速度怎么这么快？这速度加上他们的平行阵型，我们怎么打？他们的双打比我们的双打还要复杂，他们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速度也是他们取胜的关键，看来陶成武和钱正志遇到强敌了。别急啊，慢慢来啊。0-30。真正怎么办？这是这儿，千万别着急，慢慢来啊！我怎么能不急呢？一分都没得呢。找机会到前场，想办法控上。走了。15-0。哎，教练，这个是什么？二合一吗？两个队员的拍面合一，产生的冲击力是难以抵挡的。但这种打法需要很精确的默契配合。果然很有特点。没想到我的作品一亮相就有这样的效果。林奇，你的心血未免太一般了。火山铁盒准备热身，这场比赛不会拖太久的。杨安，你游戏里进了多少级了？34级。才34级啊，我都快50了，你要快点，我还等你组队呢。太过分了，不拿我们当回事儿。你坐这。陶成武，你只会这一招啊，动动脑子。陶成武，别着急，加油。技术是什么，方法是什么，你快说呀。陶成武，我们也来一把石头剪刀布。行了，别闹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信不信我？来来来一把石头剪刀布。明白吗？他们的特点就是头，就像你手里出的这两个部分，而我们呢就是这个。即使出拳头的这一个会输，但是最后出剪刀的可以赢他们两个，明白了吗？陈主席，只要把我们俩特色打出来，最后一定可以赶超比分。
休息时间到。好，丁学发球。进攻不要太小，别让他们明白你的意思。打一个长球的外角也行。好，这样。热身吧。大球了，还好曹胜武这次不是跟海棠组的。你骂谁呢？开个玩笑，有这么开玩笑的？第六局结束，4-2，江南领先。Thank you.